亲爱的，我过两天就回来。跟谁打电话呢？这是送你的520礼物，过两天就不能陪你了，你懂的，工作嘛。知道了，就你最忙。听说他们俩快要结婚了。对呀对呀，好般配哦。看到个老朋友，我去打个招呼。好，去吧。想我了吗？给你的惊喜。你觉得呢？那你发誓只爱我一个人。我发誓。走吧，亲爱的。多亏你父亲，项目才那么顺利，送你的520礼物。你要发誓只爱我一个人。发誓，我发誓，我只爱你一人。礼物跟誓言都跟我一样，你不打算退出吗？你别破坏。我可不会对垃圾恋恋不舍。哎，听说他们俩快要结婚了。对呀对呀，好般配哦。我发誓，我只爱你一人。请问你是他的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他可没跟我提过。你听我解释。开心吗？爱情事业双十一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我喜欢你。睁眼看看，我是谁？还要当单身狗啊？都跟你说了这样没用，你早该听我的。你也是单身狗？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明天你要不要一起？这样怎么追男生呢？这才是主动出击该有的样子。燕儿，帮帮我，我想主动跟他表白。燕儿，多亏有你。平时看你不太恋爱，没想到鬼点子这么多。你见哪个教练上过场？